蔚蓝 Note 8真机开箱图赏，新源国民拍照手机。继去年推出大受好评的 Note 6之后，魅族又带了全新升级的新源国民拍照手机魅族 Note 8。该机搭载了全新的骁龙632处理器，4支 RAM 加64这个 RAM 存储组合，后置1200万加500万像素的双摄组合，后置主上头为索尼的 MX362F1.9 超大光圈，支持 EUV 全像素双核对焦以及人像虚化功能，前置半万像素支持 AI 人脸识别以及美颜优化，内置3600毫安时电池，支持18瓦快充，采用后置指纹加人脸解锁双重方案，